We have a caller on the line right now, Sonny. All right. We got a caller on the line. All right. You know what? Special price today. This is Da Shuan. We are sending a lucky winner. 一组刻字化的 EMC 钢圈。你看好了。真的有送。所以今天我们来介绍 Leo。Hi. What's up, Leo? Yeah. 终于。Yeah. 哎，真的谢谢你一直支持我们 EMC。恭喜你们。对啊。恭喜你，恭喜你。真的。他选那个我120的一个框。Right， 对对对 ，OK， 所以你已经选好了，对对对 ，OK， 好。你那个，你之前 Lamborghini 也是有那个框的 ，Yeah，Regulator，Regulator，Regulator Warranty。No， 我们拍这个影片的目的，第一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没有骗人，我们真的有选一个 Lucky Winner，OK、okay?。然后他今天真的有来，然后他之前已经跟我们的设计师还有 Steve 已经讨论好他选的这个款式。然后他要的 style， 哦、oh, ，That's the regulators， 合上去的样子，合上去，哦、oh, ，CLA， 你外面白的一圈，它这个外面的这一圈的话是白色的，哦，是我们刻意描上去的，它会比雕刻的更明显一点，最后还是要让 Leo， 对，我们可以 customize， 因为这是可以 customize 的，这个只是一个设计的方向，你自己。颜色，我比较喜欢全黑。你自己比较喜欢？对，就整个的黑黑这样亮黑这样。大小？我现在19寸。你现在是19寸？对。所以是可以装到20寸的吗？还是你觉得19就差不多？我觉得19差不多，因为再来之后我妈平常也会开，所以她是觉得如果20的话，20会偏扁嘛。19寸是一个原厂的尺寸嘛，但是就是比较舒服一点。所以其实你可以考虑20。对啊，对啊，20妈妈应该没问题的。你是怎么知道你得奖？你是看我们的 IG live 吗？没有，那时候还在忙，我在忙工作。对，然后是我朋友密我，哎、欸，你干，你中奖，我以为是诈骗电话，你知道吗？你那就比较 sporty 吧，你那就比较 sporty， 没有那么 G， 就是对，全黑比较 gangster 一点。对啊，我是选20寸全黑的，20寸全黑不是？Steve 呢？我会选描白边的。OK。设计师坚持他的坚持他的想法，这个我 respect。但是19还是20？20，哇 ，20。All right, everyone，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Leo， I mean， yeah， he's wishy washy， 他还不确定。对，反正我们也给大家选择 ，A 就是全黑 ，B 有带这个白框，然后 C 就是全银的。And 我们很期待 Leo 会跟 Steve 怎么去做一个选择。好不好 ？We'll see you guys on the next one. Peace out, and guys, congratulate Leo. Yeah. Cool man. This is real. Yeah. Okay, 这不是 set up 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Okay. All right, guys. See ya. All right. Yeah. Yeah. Welcome back, Leo. Yeah. Leo, like, welcome back. Yeah. Feels like hit my ride. Yeah. Yeah. Hit my ride. Okay. 现在就是要看。X 的 Z， X 的 Z， OK， 你期待吗？超期待。所谓的凯威汽车，那我们现在要验收，希望你满意。对，不满意把你拖到后面打一顿。好，我们带观众一起去看吧。OK， Let's go。对对，把他打一顿，那就不用让观众知道。开玩笑，开玩笑，他紧张走出来，紧张，不要紧张，黑眼圈走出来。没有，开玩笑，开玩笑。Yo， here it is， this is the final EMC wheel concept for your car。你确定你开心吗？超开心的、啊。Oh, OK OK， 因为他脸一直没关系，我们原谅你。要不说说看，你选这个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他怎么会配你这个车？因为就是主要来讲就是消光灰这样。嗯，因为我的消光灰是有点亮金属粉的、啊嗯，对。然后再搭配上我的卡钳，对，银色卡钳，对，还有碟盘这样、嗯，然后就整个黑色这样尬上去，还有一些前面那些塞的那个线条、嗯。因为我那时候原本有想要消光黑。我想说那个可能不够亮，然后再来，我觉得消光黑再搭配你消光的车体的话，我觉得就有点太多了，就是灰灰的这样。其实这个尺寸是刚刚好了，当然20的话会更好。现在已经有点后悔了，有一点小后悔，对不对？这样一定会后悔。但是这个 sweepstake 真的是我跟 Ryan 还有 EMC， 我们是每一年都会做一个吗？哇，你考了米亚那样也可以啦，每一年都可以做一个，每年可以做一个啦。等过完这个今年的 Empire Fest 啦，好不好？大家记一下11月30号，对，我们
最近也是有在设计一两款最新的钢圈，嗯，所以大家11月30号 Empire Fest 台中的注意国际赛车场，好不好？还有一两个好消息，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的 T 恤好了。T 恤， 对，这个就是台北 T， 台北的，台北的，我们黑白的最新款的，支持一下。6月5号晚上8点半，快去预购我们最新的 EMC 台北 T shirts， 我们也有台中，也会有高雄 ，So go get yours， 来。你接下来还有什么改装？你还要改东西吗？接下来应该没有，好像可以降低一点。对，就是好避震，因为我在有刷电脑，对，嗯，现在就是避震，对， okay. 因为管可能就 pass， 所以其实可以再降低这么一滴滴就可以更帅，对不对？好像可以更帅一点点。对，这个搭配前面的这个真的是有点，对，真的是非常搭。你不要磨到哦。好吧，我们每几个月会来跟你验收一下，但这些都还好啦，你带去任何的店家都可以去处理啦，嗯，指甲油也不错，反正是亮色指甲油，对，我们黑色的，特别是 Ryan 款的这个指甲油，对， EMC 要出一个黑色指甲油，对，那就希望你喜欢，很喜欢，然后这个有应该可以加个15匹马力。在心目中啊，对，但是这一款肯定会比原厂的款再轻量一些。这个就是我们 EMC 钢圈的好处，我们可以客制化 EMC wheels， we can do whatever you like。所以大家快点上我们的链接，如果喜欢的话，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8折的折扣码 right here， 为了 Leo， 然后为了我们的 followers， 大家快点去支持一下 EMC wheels， go on our website check it out， if you like some just holler at us， alright。那 Leo 真的希望你喜欢这次我们的 giveaway， Thank you， 好不好？恭喜你，恭喜你，对啊，恭喜你，yeah. 恭喜你。Ryan 说过啦，我们每年一次， yeah. 先等今年底的 Empire Fest 啦， yeah. 好不好？大家来支持，然后谢谢你的支持， yeah. 然后 EMC 的 VIP out there， holla， what's up？ 七月初我们会有一个车聚，我们夏天的车聚，嗯，可以去冲冲浪，吃个东西，我们会在乌石港那边有一个停车场，地点我们都会让大家知道在哪里。所以大家期待一下7月第一个周末，来，我 see you guys soon， yeah， peace out。Yo， 我是 Leo， 今天终于收到我钢圈，而且已经安装完毕。我只能说一句，超级无敌帅的啦！ Back up, back up, back up, back up. 完全就是照着我的理念、我的想法、我的颜色去走。然后呢，在这边我要感谢 EMC 团队，还有 Sunny， 还有 Ryan， 喜欢我们这种互相讨论的这种互动模式。那未来呢，我也会继续支持你们 EMC 的车具啊、服饰啊、各种大小活动，必须挺起来支持起来。然后在这边还要再说一次，谢谢你们抽到我这个幸运儿，就这样 ，peace。